近年咧喺越南芽庄鸦片烧烤系非常之流行嘅，咁上年同朋友一齐去旅行嘅时候咧，咁喺当地试过，咁觉得哦好特别喎，又有风味，咁所以就好想将佢引入嚟香港，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。我哋咧用炭炉放鸦片喺上面做烧烤咧，其实比起明火直接去烧一啲食物嘅话咧，相比起会冇咁容易窿啦，咁亦都可以保留到佢嘅肉汁噶。